路透社3月5号发表特别报告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初期，中共政府保密处理的手法与遏制非洲猪瘟时的失误有着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但是人类感染的风险却更高。路透社通过调查发现，非洲猪瘟得以迅速传播，是因为中共系统性的压制疫情报道，例如反应迟缓、否认疫情或轻描淡写，不将农民上报的疫情列入官方数据，对民众封口等。而这些在新冠肺炎疫情初期也同样出现了。当疫情刚在武汉爆发时，中共当局向民众保证一切都好。目前已知的第一例死亡发生在1月9号，是武汉一名61岁的男子，但当天官方没有通报。之后没几天，中共当局又表示病毒已经得到控制，没发现人传人和医护感染。但不到两周，武汉就突然封城，中国几乎全部省份都陆续沦陷。另一方面，最早披露疫情的8名医生被警方以散播谣言为由传唤训诫。中共的体制呢，它是多少年来一直是报喜不报忧，要欺上瞒下，这是制度决定的。如果特别是当你下边报上的东西公开了以后，上面的人不高兴，或者说以所谓的引起了社会恐慌，那么他在政治上他就等于说是犯了错误。另一个相似的处理手法是不检测就等于没有。河南有6个猪农告诉路透社，他们在2018和2019年上半年都上报过疫情，官员有时候来帮忙处理死猪，但从来没有做过病毒检测。而在新冠肺炎疫情初期，大量患者抱怨他们得不到确诊，只被当作疑似病例。财经的一篇报道显示，这些患者死后也是统计数据之外的人。2020年1月1号第一次去了专家组，那么他们所谓制定的3条标准就很科研，比如说要非要到过华南海鲜市场啊，要有咳嗽、发烧等等等等几条标准缺一不可。这样的话呢，它也导致了基层工作人员也没有办法弄，因为你不符合这个标准，你报上去他们也不睬你。路透社的报告还说，瞒报给受灾猪农提供的补偿不足，以及限制猪肉运输和屠宰的措施执行不力等情况，使非洲猪瘟病毒蔓延到威胁全球猪农的地步。继中国之后，亚洲10个国家都爆发了非洲猪瘟。澳大利亚去年9月的一项研究发现，澳洲机场和港口没收的亚洲旅行者携带的肉类产品中有 48% 含有非洲猪瘟病毒。与此类似的情况是，新冠肺炎爆发初期，许多患者自费拿药、打针，连医院也急缺防护物资，但官方红十字会反应迟缓。同时，武汉封城前有500万人逃出，即便在23号封城之后的5天里，仍有1.88万人从湖北，特别是武汉到达温州。1月13号起，泰国和日本等国家陆续确诊了来自武汉的输出病例。《纽约时报》3月7号的统计显示，新冠病毒已经侵袭到全球至少83个国家，导致超过10万人患病。不仅仅是这两件事情，几乎所有的那个公共事件、安全事件、危机事件，他们都是这么处理的。那包括03年的那个 SARS 也是这样的呀。这就是这个体制的一个弊端啊，因为他们要维护自己政权的稳定。什么时候有过公开透明的信息？死的不就死的，包括现在那个各省都是零增长，你觉得是零增长吗？在全球拉响警报的今天，中共声称国内的疫情开始下降，不过湖南民众陈女士并不相信。她表示，什么时候中共高层放心的出来活动，恢复开两会，才代表老百姓可以松一口气。